一个城市能看到河景的房子肯定是非常的稀缺。今天阿辉带大家看这一套呢，又可以看到梅南河景，地铁又在家门口，走。这套公寓项目位于曼谷西北面的曼谷，毗邻我们泰国新国会大厦，步行两分钟就到日式 Gateway 商场，距离中泰高铁上曼苏仅两站路，换乘一次就可直达南曼机场。除了陆路的出行便捷之外，同样的步行不到五分钟就可以到曼坡码头，可以在这里搭船沿着湄南河而下，途经郑王庙、大皇宫，直达 ICONS 洋和摩天轮码头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？而今天我们视频中展示呢，就是60平的两室户型，现代简约的设计风格，还加做了小公主练习跳舞的设备，妥妥的就是为了三口之家准备的。身处阳台也可以看到湄南河的景观。怎么样，今天的户型各位老板还喜欢吗？如果你是有在曼谷旅居的需求，我在评论区等着你呢。